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меня зовут Анита, я родом из Казахстана. 大家好, 我叫 Anita, 我是来自 Kazakhstan. 我已经在西安生活了许多年了。那一开始在这留学，后来就认识我老公。 毕业了以后，他去哈萨克斯坦求婚，办了婚礼。我的父母包括亲戚最大的担心就是我嫁出去到中国以后，他们能看见我就是次数会越来越少了。我老公也想个办法说，那我们一起做一个跨国生意。因为在哈萨克斯坦，我有很多朋友，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商品价格便宜，质量又好。 他们想要买到这儿的商品又买不到，后来他们是我要放假了，他们提前会给我发，你帮我买这些，帮我买衣服、手机壳呀、帽子，啥都有。那我帮他们买，一开始就一点点，那我顺手带回去，所以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了，我待不过去了，我都自己的衣服都没地方放。然后又和我老公想创业，已经我有一定的客户量。 一开始在哈萨克斯坦，我们就开了一个店铺，因为当时在哈萨克斯坦这个网购不太发达，所以需要有人引导。然后慢慢我们也开始做自己的网站、自己的 APP， 全部本土化的，就是哈萨克斯坦当地的货币、金额结算。就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当时发的还是速度比较慢，客户就可能要3个月才能收到自己的订单。 我的客户要提前准备，他可能是夏天的衣服要冬天买，冬天开始考虑春天、夏天、夏天就收到了。2013年，我们的公司就在干务区，开业，因为有中欧班列、长安号他们的物流，直接从中国到哈萨克斯坦只需要7天的时间就能到。 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物流变快了？这订单越来越多了，客户就可快能收到，顾客满意，他又想买，他也想让别人也有这个机会。后来呢，发展越来越好，当地一些网红跟我们合作，包括那些年轻人，用完了觉得啊不错，有时候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在那说呢，因为觉得这个。 体验很好的时候，人家是自然想去分享的，所以我们想让他们更快能收到，就把这个7天减少到3天。我们要在哈萨克斯坦当地弄海外仓，包括我亲戚朋友那解决他们当地就业的问题，啊，就送到客户手里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面向哈萨克斯坦就能保持3到5天就能收到。 现在我们也有2个海外仓阿拉木图和我老家在卡拉干达。从我一个小留学生代购的模式，变成一个正规的公司，去解决哈萨克斯坦的就业的问题，和年轻人合作，给创业的机会，最重要的给我们客户一个很好的鼓舞体验。 那今年我们也上大型的商品，在哈萨克斯坦电动车是免税的，所以个人买的话很有优势。中国电动车现在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地位，哈萨克斯坦人也很喜欢中国的电动车，也非常受欢迎，所以我们也开始把中国的电动车放在哈萨克斯坦销售。你们那个保税库找了咋样？我已经联系过了。那我们最主要关心的是方不方便。 用户去看车，所以你们自己今天最好去看一下这个离阿拉木图的市区有多远。对，好吧。做出口以外，我们还和哈萨克斯坦当地的企业，做一些交谈，邀请他们过来到中国和中国的企业有合作机会。去年我们农副产品销售很好，今年已经进货了7年了。我们今年计划要破开5万多吨。 除了麸皮以外，再关注大麦进口。像这边我们会持续关注今年的整个农副产品的走势。中国市场很大，所以对哈萨克斯坦的企业也非常吸引。那我们希望通过中欧班列、长安号，我们不仅可以把哈萨克斯坦优质绿色农副产品进到中国，把中国一些。
质量好、价格又实惠的中国商品发到哈萨克斯坦。作为家庭来说，我们还是最喜欢西安生活，因为我们是跨国家庭，所以我们两个国家都待一段时间。现在我父母也要来西安，他们也很喜欢。我爸爸妈妈都来过西安好几次，我奶奶都70多岁，都邀请他来。他的嘴巴是不是像一个口？现在我孩子不是马上6岁了，学俄语学中文，然后我要教他学汉字。我们刚回来的时候，孩子只会说不写，现在就都不让我碰自己写。2006年我来西安，第一次来西安。那现在呢，西安发达，西安越来越漂亮了，那我们交通越来越方便。我来的时候就没地铁，那现在地铁线很多，西安的物流也可快。我的孩子在这上学，那新开了很多学校呢，有很多公园配套的，让人生活更方便更舒服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。西安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，我觉得我个人热爱西安，我很喜欢在这生活。西安本来是一个古代首都，也很多值得去的地方，兵马俑、我们的钟楼、鼓楼、大雁塔，不只是外国人，中国人也很喜欢来西安旅游，因为参观的旅游景点很多，而且我们这很受欢迎，交通也很方便。本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个国家很友好，我希望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越来越好了，有更多的条件让更多中国人去哈萨克斯坦，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文化，去看阿拉木图的漂亮的山、喀拉干那漂亮的草原，让更多哈萨克斯坦人来西安、来中国，了解中国文化、中国美食，也希望我们更方便来回交流。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开发市场，也希望带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，你走出去可以引进来。中国班列、长安号开到哪里，我们的业务也要做到哪里。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跟我一样，能享受一带一路的发展的成果。